悲，但他不想吃吗？吃，他讲那什么叫做悲啊？你行持啊，行持是叫众生怎样？这个持叫什么？这个知，这个叫心。对，念知，在，在知。念知在知，意思是怎样？心不要跑掉，心不要被引诱掉，心不要被拉走掉，这叫持啊。所以他讲假的啊，让你去修行啊，他一直讲这些啊，持行真正的慈悲啊，是本来是一场梦嘛。但在这个一场梦里头，啊，老是世间是生灭的。那我如果在生灭的世间的生灭中，我怎么样来修行？我不能离开生命啊，我要开公司啊，我要赚钱啊。那我怎么办？你讲这边叫我都不要赚钱，是不是？这样我那我都把公司放了，那我怎么办？啊，张嘉颖，你怎么回答？生命中怎么修行？人家你也在开公司啊，那怎么修行？生命中如何修行？一直也在生命中，就是生命中就是当学校老师嘛，世间都是生命，那怎么修行？你的悟境呢？那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的心不要跑掉啊，你在工厂。即使你做的不管你有多大的事业，你心中反正就是心中有母娘，心中有道，都可以继续坚固自己的心，在生命中去赚钱，然后呢去认真赚钱，然后所赚的钱就欲望降不要那么大，降低一点，把所赚的钱来护持道场，来普度众生，这个叫什么？生命中修什么？修佛，修菩萨，做外公。但是我赚的钱只为了买洋房，买轿车，还要跟他比。我们人有一个什么宗教，什么都可以信。你要信什么宗教随便你，但是有几个信教不能信的。第一个是什么教？睡觉。第二个是什么教？睡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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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睡觉。你这两个教一跑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心都不稳定。不管你信什么宗教，就怕比较跟睡觉。第三个才睡觉，第一个睡觉，最后一个睡觉。啊，所以这两个是最可怕的。我跟谁的比？哇，完了！我记这个教啊，完了，这个灵性都已经病了，因为那个就是分别心又出来了，妄又启动了。所以每个人修行很不容易，每次都要去顾你的心。心是从哪边？从妄而起来的，所以你的心要坚固。就好，我在生灭中，我要守我的心，不要被生灭中东西所受影响。但我还是要在生灭中。佛陀不离什么？不离世间觉悟啊。佛陀有没有离开世间？没有。他在生灭中觉悟的。老师有没有离开生灭？没有。我在生灭中觉悟，怎么我不能修行？可以啊，我也可以取机生儿子，也可以修行啊。有办法像我这种功夫再来啊？对不对？我娶妻之后还是五次闭关啊，五次闭关你是说108天啊，我还到深山去住一年多啊。那我一样娶妻，一样说阿娘孩子一样跟我来修行啊，我可以啊，知道功夫你有够的话，你可以转法轮；你不够，你就被法轮转走了。所以修行不在哪，就那一颗心而已。你那颗心能不能把这个妄心的生命心，把它降服之后呢，用你的不生命心？来生灭中度众生，不被生灭影响，还可以拉众生拉出来脱离苦海，哇，那高了，功夫就高了，就像王峰一样，哇，去九华山一度都度三个人，功夫比较高，因为他没有生啊，三个都生，所以说功夫就高了。老师这样不对啊，这样怎么？哎，我来看是对的啊。那搞到三个都生了啊？不能讲啊，三个生是他们生啊，不生人比较大、啊。不生的话就不生，他就不生。但是生人要生，那生人里头就是王问他比较高，他能引导他们去消业障啊，修行啊，对不对？这叫做怎样？就生灭中修不生灭。但是这个并不是说，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有修行的，我一直要找到那个真正要修行的人，你就跟他结婚，就跟老师一样，哇，这样师母也很高兴啊，对不对？两个儿子都在修行了、啊，你儿子女儿啊，这个不得了，哎呀，变成菩萨 啊！这并不是说叫你不要结婚啊。释迦牟尼有没有结婚？有。有没有生儿子？有。有啊，并不是说成佛的人不要结婚，没有这种道理，知道吧？
看你怎么那个。好，讲这个词就是叫你不要被自己的生命拉走。悲的话怎样？要可怜被拉走的众生在苦海中，你怎么去救他了？啊，这叫悲了，对不对？那好，我们看怎么讲悲。这个文字不太有，那何谓是悲呢？菩萨所做功德，跟与众生啊共同享有。啊，那我成佛，你们我发愿，众生不成我不成佛，哇，那是悲啊，悲啊，悲众生还没有成佛啊。地藏菩萨发什么愿？九八三。地狱不空，誓不成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地狱不空，我誓不成佛。哇，他修多高啊？他有没有下成佛？他不成佛，他还在，他看到地狱的痛苦，他悲。地狱里面的鬼界众生犯错被关起来，他悲。他悲要把他渡尽，他才要成佛。好，这是悲啊，这是无言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同体大悲。阿难尊者也很厉害。阿难尊者听到《楞严经》之后呢，阿难尊者在《楞严咒》里头，他讲一句话：“释迦牟尼佛，我听了《楞严咒》之后，你告诉我这个《楞严咒》，我都发个愿。他发什么愿呢？”他我但愿我的要度尽中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。安南那时候还没有得到阿罗汉，他马上听了楞严经之后呢，他在师的面前就念了这句话。所以我们在念那个楞严经的时候，一定有一段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，情理无情。无情同源种子。好，什么叫做同源种子？同样跟佛一样，名缘的智慧，圆满的智慧，情有情跟无情都能够达到同种子。那我的愿力这么大，那叫做悲业。悲的众生不是我自己好就好，啊！你们不修一次，你们是活该。谁让你们不修？谁让你们不来上课？所以如果你们有来上课，拉你旁边背你有没有上课，拉他来上课，那叫做背。对，慈悲是这样来。所以他讲悲的字是怎样？就是所作功德，皆与一切众生共同享有。然后呢，何为喜？他说：“那什么叫喜呢？”好，你讲这个悲可以我了解，那什么叫喜？他就回答了，啊，有所劳役，欢喜无悔。就是说呢，我为了利益一切众生，都用欢喜心来做，没有任何一点懊悔。有时候我为了跟你们在一起啊，你们都骂我，偷偷的骂我，我都听到。骂完了之后，我还装作没听见，还过这边，有没有懊悔？不能有懊悔。还要接受，还要欢喜，这个就是，你知道，就是我在喜，每天要带着快快乐乐的，所以我代表快快乐乐来接近众生，哎，不能讨厌这样。好，那有所劳役，欢喜无悔，何为舍？所作福又无所乞求，也就是什么叫舍？我所做的福报、庇佑都是我没有任何的乞求。没有任何的说，我想要目的达到什么东西，我都会舍。释迦牟尼佛为了修行，他舍了江山，舍了妻子，舍了儿子，他去修行。他说：“我舍这些，我要想得到什么目的？我想成佛。”他有没有想成佛？没有。他连成佛念头他都没想，他只想什么？我要如何解决众生的生老病死的苦？他是这样去修行的呢。他说：“我认为，他走到马路上，四个门，东南西北门，走到东门，看到人老人家生病哀叫，生病了。然后呢，看到孩子一出生哇哇叫，对，生了。他看到老人家走路的一跛跛的很辛苦，他看到东南有看到一个人死掉了，大家在哭。他想说，为什么人要经过生老病死？那我怎样来帮助这些众生？”脱离这个生老病死的苦，只有修不要轮回就没有，就修不生灭就可以脱离了六道轮回。所以他因为这样而去修行，他不是为了得更多的更多东西，没有，
所以他修到最后，他觉悟之后呢，他就把这些他觉悟告诉众生：你要如何脱离六大轮回？你要如何避免一些苦？是因为你的心的问题。他讲这些句话，才有佛陀出现于人间呐，哈，还像一个大光明照出来，照见世间的黑暗一样。所以呢，何为舍？所作福又无所呀，无所这个希望，就是没有所望回报。我就是又问了。生死有畏，菩萨当何所依？菩萨怕生死怎么办？那怎样才不会怕生死呢？那一天呢、啊，那个师母跟我讲啊，他说我的气哦快要死掉了，老师怎么办啊？我快要死掉了，我这个想要哈、啊、叫那个我们那个廖云啊，廖云师姐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一个廖云师姐，她写条子给廖云师姐，你就把那个。我把那个闭关的时候，把那个什么锁把锁上了。我说不要让他出来。说你闭关了、哦，我怕你会偷跑出来，把你锁上。说他是很聪明，都写条子，写有那个廖云师姐。我说廖云师姐，你每天啊，每两天要去巡视一下，他去这边买什么东西给他。廖云师姐，我心很难过。我说、哦、你把药把那个锁把它打开，我晚上偷偷去给医生看。看完了之后，然后我拿了药，说：“我再进来闭关，不要跟老师说。”然后就把那个门一打开了，结果被我那个一个学生啊，叫做陈什么陈维成，哇，看到了不得了！第一个就赶快打电话给我，我在九华山啊，老师不行啦、啊，那个我廖云师姐把那个这个要闭关的房门打开了，听说的师母晚上偷偷去给医生看啊，啊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这不行了，这闭关都不能成功了、啊。他说他气呀已经不足快要死掉了，后来呢我说那这个事情我知道我来处理你不用烦恼，后来呢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师母了，啊我在哪灌主啊，我说你怎么啦？他说不行啦，我这个身体快要死掉了，我好像没医生看不行啦，那个心悸哦有一种恐慌啊。我跟他讲说，当时我在闭关也是跟你一样的生死关要度过，生死关不能度过哈、哦，你这个闭关都不能成功。你要的是修灵光，还是要修你的肉体的生死？我问啊，灵光重要还是生死重要？他回答：当然灵光重要啊。然后，那如果灵光重要，你在生死关的时候，母娘知道，菩萨知道吗？知道。他知道啊。那这好，如果你死在那里的时候，是不是你的灵光母娘把你接走了？是的。好，那你不怕我死吗？我说我不怕我自己死了，还怕你死？我说明天都可以随时死的人了、啊，我还怕你死？哦，这样子哦。他说那你放心，我会出关。他又说不会出关。第二天，我的教练就把月华王关上了。啊，那最近他说，他跟我讲说，老师，药师如来佛啊，很慈悲。我心机的时候，我就念那个药师如来佛灌顶金银咒，就我看到药师佛来了，给我加持。我这个心机就好了，所以我已经好多了，你放心。我说这个叫做过生死关啊，我说冤亲债主啊，还有天魔要考验啊，以后这个观主座住关108天啊，我会叫他专门报告他的心得，一定非常精彩。他把每一点每一滴都写出来，还跟我讲说我梦到玉石死掉了，说玉石死掉被在这个水里面被滚走了，我一直找玉石找不到，一直找，拼命找，一直找不到。我一直在很紧张找，一直，结果找到一直找不到的时候，我就醒了。我一直在想，一直会不会死掉？说没有，一直看好在我旁边。这也要考他，考亲情啊。所以你在里头闭关没那么容易啊，是你心中所想的东西啊，他都要考你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修行不是那么容易的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。他说：“文殊师利问菩萨，依如来功德之力，当于何住？无所啊、哦，何为舍啊、哦？因为我所作没有任何希望。那么又问，那生死有为菩萨当何所依？文殊解说：菩萨于生死位中，当要依如来功德之力。我说，我要死的时候，我念如来功德之力，希望如来你把我接引，希望如来你加持我。就刚好那时候。”师母在一生死位中的时候怎样？谁来了？药师如来佛，当以如来功德。不然你不相信佛，你这怎么会过关？相信佛啊，
这样就好了啊。佛菩萨就来了，我们佛菩萨又问那菩萨想要依如来功德之力，当何怎样？当何住？如果住在我的心里头，他都要答应菩萨欲依如来功德力者，当住度脱一切众生。我当要如果来度一切众生，我这一关能过关，我绝对要度一切众生。有一次我刚好遇到生死关很严重，我娘跟我讲说啊，妙光啊，你要闭关的时候你就给我哈，7天不要吃东西。我那时候一天吃一粒水果啊，他都要叫我7天不要吃东西。我说哇，那可能母娘很慈悲，7天不吃东西，还带我到瑶池金地去见母娘的，然后那也不错啊。然后第一天呢、啊、就没有吃，哎，怎么母娘不把他带去？第二天又没有吃东西，我们一天都吃一粒水果啊，连续吃20几天啊，啊，那第一天没吃东西，第二天又没吃，都喝水，喝水喝就尿尿尿掉了，第三天又好饿好饿，但是还是忍耐了，哎，母娘怎么不给我带走？第四天打都打不下去了，为什么？肚子饿慌了，人都被人没有东西吃，又饿，我说啊，完蛋了，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。我看了我这一关可能过不了关了，那我又想出关。我出关的话，我只要靠靠靠，我就出关了，对，因为也是被他关起来啊，在生意洞下面啊。那闭关的时候，我闭关没有像师母这么好命，我闭关的时候没有床铺，又都是没有什么可以自己的东西，怪起都洗澡都没有，108天没洗澡，我第一次闭关就100天没洗，在那个洞中里头闭关呢。那时候我在想很多。我在想，第一个，我快要死掉了，我现在需要什么？我需要一粒水果，我就可以活了。再想想，啊，老婆没有用了，因为我现在快死掉了，老婆没用了，儿子没用了，女儿没用了，房子没用了，金钱也没用，因为金钱买不到东西啊。什么最有用？一粒水果，一粒水果就可以活，其他都没有用，其他都多余的。我在想到这些，母娘啊，母娘啊，假如我这一关能过关了、哦，母娘，只要这辈子我再有饭吃就好，不饿死就好了。我这一辈子全部为你做事情，绝不后悔。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可以放一切，只要有饭吃。结果我讲这个还讲完哦。上面有声音就讲啊，母娘就说了：“妙妙光啊，你说的话要算话哦。”被他偷听到了，哇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我说：“哦，我母娘，我跟你讲个爽，我爽，母娘慈悲。”他说：“我跟你讲啊，我教你一个叫做无极心法，心中是无的，为母娘做事情啊，度众生是极的，尽你的能力去度众生。”你得到无极心法，我给你了，心中要没有的，没有私欲的，度众生叫无穷无尽的，我无极心法传给你了，明天开始可以吃水果了。那你做好，我再做好，哇，一口气一灌下来哦，哇，肚子饱饱的，你要吃什么？我都过关了，吃饱。这样后来进到我的命中，只有饭吃就好，钱都是师母的。这个也是考验啊，依如来功德之力度一切众生。那时候他叫我一个无极心法，那时候我在想，麻烦什么都没要啊，只要母娘你救了我，我有这个肉体，我都为你做一切啊。啊，所以菩萨若欲依如来功德力的，当助度脱一切众生。我那时候发这个愿啊，那时候过关了。又问欲度众生，当何所除？那你要度脱，你要如果除哪些？欲度要除其烦恼。把你们的烦恼都除掉，烦恼都多余的。所以我那讲说，老师你有烦恼，都烦恼多余的。众生有烦恼，但是真正修行的人没有烦恼。为什么？因为哦，我讲一句话，有人为了修佛啊，好难修，这条路好难修，因为我又要赚钱，又要那个讨老婆，又要生儿育女啊，怎么办？又要修行。所以我很烦恼，为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为菩提，菩提是修佛嘛，对，而生什么？烦恼。对，修者，修行的人为了菩提而生烦恼，对，众生呢？众生是我们一般人嘛？为什么？
为烦恼不尽啊，生儿育女烦恼，为了老公也烦恼，什么烦恼？为烦恼而什么？而生什么？我们为了菩提来生烦恼，怕我不能成菩提。那有的人是为了烦恼不得不来，烦恼太多，我要斩断烦恼，我来修行。他说这个两个都错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烦恼是怎样？烦恼是什么？是菩提。菩提是什么？菩提是烦恼。看到吗？因为这个叫做你自己生的，还在妄里头，还属于妄。妄是妄，想追求菩提也是个妄，想断烦恼也想啊，想为了烦恼而生菩提是妄，为了菩提不，为了菩提而生烦恼也是妄，这两个都不存在，因为在佛性里头是不存在这两块的。但我们众生啊，为了追求某个目的就生了烦恼啊，所以说烦恼是菩提，菩提是烦恼。说欲除众生，除其烦恼。又问：欲除烦恼，当何所行？当行正念。又问他：何法不生？何法不灭？好，我再回答你。来，你回答：什么不生？什么不灭？不要看书。什么叫不生不灭？不生跟不灭。好，问他：何法不生？何法不灭？不太清楚，恶念不生，善念不灭。我的恶念永远不会生出来，我的善念永远不会灭掉。恶念不生，善念不灭。可是老师有个问题，请问一下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不是也是恶法吗？没有，他这已经到纯善，纯善。这是真如，恶念都不生的话，只有全部都善，叫做万善俱备。佛法那个佛陀啊，阿弥陀佛把它称为万善俱备的，无上一王。恶念永不生的时候，善念永不灭的时候，是不是一直做度众生，而且清净无比？他说这个叫不生不灭。但是我一般以为是恶法，不是。他变成一如的完全善法，连一点恶法都没有。好，他连认为行善的善念也是一个恶念，他已经到这种境界了啊。所以他说：好，合法不生合法，他也不善不生善法。不善不生善法不灭。我不善的东西，恶念就是不善，对不对？我不善怎样？怎么生？不生。还有怎样？怎样？善法。对，我善的法。永远不会灭掉，不善有回来他生，也是恶的意思。他这个叫不生不灭，哇，这个维摩诘很厉害的。哎，这个如果做到这样的话，真的是纯不得了，就佛能达到的境界啊。各位，那善不善，善跟不善，哪一个为本？孰为本？他说善跟不善是身体在当作本，因为身体会做善，身体也会做不善。好，身体做不善是怎么做的？身体做善，我们是不是心被眼耳鼻舌身六根，六根染到六尘，对不对？然后六根受六尘的影响，心做的东西是用妄念来做，妄念来做的时候会做怎样？会做什么？会做不善的东西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是清净的六根所做的东西会变怎样？善的东西。那以身为本。以心为本，对不对？心就是身，因为身里头有六根，看到吗？他说：“那你善跟不善是哪一个来都是基本？”他说：“当然，他说他以身为本。”那维摩诘问他：“好，那文殊师父，那身哪一个为本？身是什么为本？”他说：“因为身是因为欲贪六欲，欲跟贪为本，是因为欲贪才造成轮回。”所以身体要去修清净，不要又被欲跟贪影响到，欲贪为本。他问他了，好，那欲贪，啊，
欲贪哪一个为本？他说欲贪是什么为本？虚妄分别为本，把世间当作怎样真实的，他不能当作虚妄的，虚妄不实在的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分别，分别什么？分别刚才讲的生灭高低有无这些虚妄分别为本。那他又问他，这个虚妄分别为本，我一直在讲说我们众生都是虚妄分别心，所以要去除掉虚妄分别。他说那又问虚妄分别哪一个为本？下手怎么去下手？颠倒想为本，因为你是颠倒的想法，所以这些都不实在，但你颠倒了，颠倒想为本。那问颠倒想哪一个为本？哇，越问越厉害啊，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跟那个维摩这两个是很厉害的，对问很厉害啊。那颠倒想哪一个为本？无住为本，我不要让他这样住。什么叫无住？色身香味触法无住于心。在哪？在什么经有？金刚经。金刚经里头讲什么？如何行菩萨？菩萨当如是升起心，应如是住其心，应怎样？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而生起生什么心？色声香味触啊，看到色、声，还有什么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对不对？那色是有眼睛、耳朵、鼻子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舌头、身体，还有意。六根里头产生的这些的感觉，它是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是没有执着这个东西而生的心。这样的话，菩萨是以这个为本的，知道什么？清净、不染的为本的。他有没有感觉？有，我看到你们都很漂亮，有没有感觉？有，漂亮。那我会不会贪爱？哪一个是我的？不会贪爱，那就这样清净了。当做空的就清净了，啊，都是眼耳鼻舌身为本，好。所以无所住为本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啊，无。